people looking for you. 宝贝啊，刚我们看那时速电视啊，好可怕哦。是有那么一点、啊。嗯，如果以后真的有丧尸出现在世界上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啦，但是真的有僵尸出来哈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就算你被咬哈，我一定陪你一起被咬啦。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。